收看阿都主义半生活拿主义，我是仙，我是阿拉斯。钱不是万能，但是没有钱哦，你就耐人生和。哎，其实打工那个赚钱，就知道那个钱真的很不容易取得。对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很多钱，我们就会想要省钱，或者是如果你不喜欢省钱的话，你的钱就是要花在刀口上，花得漂亮，你就长得漂亮。哎。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些我们从学生实习到出社会省钱的方式，或者是说钱怎么花，聪明消费的方式，大家想听吗？好，没有。Hello。好的，薛薛与阿拉斯的省钱妙招，是妙招吗？我在讲会不会很丢脸，会被骂？你是谁？我们上次有讲到我们打工嘛，所以其实我们学生时期赚钱也是蛮辛苦的，而且我们那时候出来是一小时八十，对，差不多了。然后现在是150嘛，不要薪水了。太惨了。那我们怎么省钱？像我打工，我之前是在那个美式餐厅，我们就有员工餐，然后我就会三餐合为一餐吃，太辛苦了吧。而且我就是会用那个我们厨师大点特点。那有时候我们老板看到我，他就说这是员工餐没有，但是有点太夸张，而且。以前我们餐厅啊有在卖酒，然后我们一天一个员工的 quota 是2瓶酒，然后我们就会炸了。也是养成现在习惯。而且我们不是那饮料机吗？有水啊，冰水，在那边装回去。对，而且是有过滤过的。我以前在学校也是这样子。那时候搬到外面去住，然后就觉得买水好贵，而且住的地方也没有饮水机，我真的就是会提2桶，对，2桶那个6公升的，然后还有学餐，因为学餐真的是全世界最便宜。然后因为他们就是怕我们男生吃不饱，所以男生宿舍的那个自助餐的白饭是可以一直加的，就一直叼那个汁，对，我也是这样度过的。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钱呐、啊，而且那时候钱都要花去看戏，不要看表演，然后去学经验这样子。真的是没什么钱啦。还有一个啊，在学校带行动电源去，把它充饱，然后回家就用那个行动电源充手机。或是多在待学校待久一点啊。啊，待戏半，然后你到最后一个才回家，就省电啊，又省冷气费。而且我因为我现在住外面，它外面就是一大笔开销，然后我就会去找有住在学校宿舍的人拿衣服去洗。然后我就会在顺便在洗衣服的时候在宿舍洗澡，因为以前套房很多是电热水器，它那个水大概洗个10分钟就没了，所以你在学校的宿舍洗澡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子噜啦啦噜啦啦。而且我在宿舍就是常住到就是大家以为我住宿舍哟。请问一下，住外面的房子都是为了什么？可能是个仓库，或是跟另一半那个。可是因为我们也是要置装啊，或者一些娱乐费啊，电影票好贵。像我在桃园嘛，一张票才200、220，可你一来台北之后250、270、260，有时候我会 hold 住等一下，去二轮戏院看二轮，而且二轮可以看很多片，你就可以一整天待在里面，而且可以进去吃东西。对，你可以自己买东西吃，而且因为它是一整天的，所以你就可以在里面吹冷气睡觉。像你不是很爱看戏，这样怎么办？看戏就看舞台剧了。对，看舞台剧。阿妈看戏，看你没有看流鼻涕，滴光头，没有。那时候要买很多衣服，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，天哪，这个费用实在是太大，所以我们就是等学长姐都毕业之后，他们有留很多衣服在戏班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拿来就再造，或者是直接把它带回家穿。这个很棒。对啊，因为是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时期正开始流行古着。而且要古着店，讲到二手市集，衬衫100块而已。而且那时候也很流行摆摊呐，因为你真的不会再穿到了，那你就想要让这个衣服延续，也不要浪费，然后就可以攒这个钱再去买新的东西，或是去吃好吃的啊，买啤酒啊。那我们现在都已经出社会，应该有蛮多省钱的方法。我是有啦，但我不知道你本人是。刚出社会的时候蛮苦的啦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已经不能避免不吃早餐，所以那个时候什么 A 加 B 39块那个很重要。哦，对啊，而且因为你有一些薪水，所以你可以添过一些家电，就在家里自己煮。可是我后来我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煮不是很便宜。去逛那个黄昏市场啊，阿姨都乱卖菜，或去买那个卤味啊，他不是卤汁一冰起来，隔天再加面再煮啊。跟朋友去吃麻辣火锅，要把锅底带回家。我带。你有一些年资，薪水可能慢慢的比较好了之后呢，省钱没有？因为我知道你消费习惯真的很特别啦。怎么样？娱乐费蛮高的。好了，我有个坏习惯，就是我出门都带钞票啊。如果找完之后零钱，我就全部堆在包包里面，然后回家就直接全部存。大家要不要看一下我的零钱有多多？
那一桶大概是一年多，那三桶哦，我觉得那应该有上万。放银行不是会生，也会生利息啊？不算利息，利息一年才一笔。利息，利息。你应该比较省吧？我自己很会花很多时间去比价，那我自己会尽量减少，就是比如说娱乐的支出啦。为什么开始我讲？我之前从小，我爸妈他们就是很灌输我们很多观念，就是你存的钱才是你真的钱。那因为有很多你必要的开销还是得花嘛，所以你就是得要选择最正确的消费方式，聪明消费，要比价。因为我有个朋友呢，他比价到就是他去菜市场买一个高丽菜，他可以所有摊位全部比完之后再选那个最便宜的那一摊买，可是他价差10块以内。可是那你买大型家电的时候，你自己会比价哦？大型家电一定要比，10000块以上的一定要比价，一定要比嘛，对不对？嘴巴，像有很多，譬如说信用卡或者是购物的那个网站，他们都其实有很多的优惠、几点回馈、红利什么什么。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介绍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，什么？我们大家都在用的 Line 啊，它是不是有两种声音？它有两种，它有一个是，再有一个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聊的是 LINE 购物，因为它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跟回馈跟集点的方法，对，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俗称的业配。没有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用 LINE 购物，可能去菜市场有没有，就是你要走很多家你才能够货比三家找到最便宜的。我告诉你， LINE 购物直接打开，你输入你想要的商品，它就会帮你在各个商城里面找到不同的比价，然后它底下也会附那个你嘴巴最结棍这样子，然后就看到哇，原来有这么多不一样的，这个商家都卖不一样的价钱，我来挑挑。Bonus， 就很方便，而且它不是都会有回馈嘛？其实那个点数它等同就是一点就是一元，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折价，或者是实值回馈，而不是什么几点然后要换什么什么什么两点一元那种，没有，一点就是一元，一元就是一点，一点就是一元哦。这是什么歌？而且我告诉你，它的这个点数不只是有很多网站，像大家很常用的 PC Home 可以直接抵，可以直接抵啊。譬如说去 Sam 或是全家都可以直接折抵，而且外面有很多饮料店、民生用品店会就直接这样刷，然后折抵。Yeah, that's right。而且还可以买贴图。哎，这个可以。就是只要打开那个 LINE 的购物，你就可以在上面找到非常齐全的商品。所以你不要再觉得那些购物的 app 都是一些广告商品，它其实有很多优惠啊。哦，就那些官方账号，对，好难念哦，官方账号啊，他们其实都是有很多优惠资讯在里面的。对，所以如果你看到的话，你就是稍微点开来看一下。反正我们现在那么常滑手机，你就看一下嘛，然后就很便宜。对啊，然后就花更多钱。啊，说的很划算。不是，因为你知道我的 iPhone 11就是在 LINE 购物上面找的。然后回馈的点数是10%，哎，假设它是23000，就变成23000，就等于是你就是折价再买这个手机啊，是不是很棒？可这样赖这样子有赚钱吗？你好关心别人，而且那个赖朋友的点数，你还可以再去其他就是店家消费。那如果你又搭配其他店家的一些 app， 然后他们就可以几点折价，再消费，再消费，再折价，这样这很棒吗？现在台湾人谁没有 LINE 账号？这么方便的资讯，我们就去滑滑看吧。那钱包够深了。哎，那你知道你自己的钱包够深吗？我身上没有钱。为什么？我存钱方法就是全部放在基金那里。我一年只领上半年的钱，然后下半年赚的钱全部就是不要让我知道，然后年底的时候再结算，然后看有多少，那就是存的钱，能动的钱跟不能动的钱。你很聪明呢，你经纪人帮你管，辛苦喽。看到，他应该跑不掉吧？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LINE 购物下半年有推出什么样很重点折扣推荐呢？我们来看看各位，都说不要乱花。太优惠了，这个就是 LINE 购物，他们每一个月或者每一季的活动优惠都很杀人。对，像我们12月，我们有一个什么大牌风云榜，合作的品牌都非常大，那它有几%回馈呢？就是12%。哎，这么简单了、哦？哎，12%哟。哎，还会倒。哎，年底就是给大家一个回馈，12月12%的 LINE 购物的回馈，哎，很高哎。它的品牌真的非常的多，这些产品呢都是 LINE 购物买的哦。这里有 Dyson、Health Banco 空气清净机、绿藤生机、灭咖 Forever、白兰氏、Your Mark、FM Shoes、契尔斯、Q Momo， 还有 DHC 跟雅诗兰黛，通通都可以买到。到 Daily Boost 的那个麦片。这是很有名的呢。
刚听我说的。他这个茶汤会的。然后这边这个就是因为在今年呢，在那个 Eurocosme 的完美评鉴美妆赏得奖指定商品，在1212购物节当天再加码，再加码哦，不是加羊哦，也不是加牛哦，是加码，好啊。所以我就说十二月的大家 like 你要先拿，要拿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要随时抢好哎，任何通知就是马上就点开来先看。我们前面聊省钱嘛，对对，那我们这边是要聊聪明消费，但是真的要聪明消费好不好？就是不要买超过。我可以提供一个想法给大家，假设说好，你真的很想买这个东西，你就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仓库，有优惠再买就好。而且有些东西是你可能一年就是真的需要的必需品，你为什么不挑最便宜的时候，或是回馈最多的时候买？对，而且有一些商品它就很容易会过季了，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很急的一定要抢说哎要怎么样，但是至少是你有先看过说哎这现在是最便宜的价格，你就可以买下去了。我怎么很会买东西啊？好多，如果你那个限制你要抱多近？因为我想说我可以送我啊，我也想要换一台那个空气清新机哦，空气清新机，空气清新机。好了 ，Line 购物呢，在十二月怎么这么好的活动，大家上去看一下哦。对，而且重点是要回馈点数哦，这有折扣，然后又有回馈啊，东西太便宜了。对，年底到了，圣诞节到了，春节要到了，你就趁这个时候把家里的东西换新一下，或者是买一下明年需要的东西，就趁这个时候，趁这一波。还是我们来办一个圣诞节交换礼物，只能在 Line 购物买。希望大家在那个消费的时候可以聪明消费，然后把钱花在刀口上，就期待购物就对了。对，没错。Good。来，好了，我是萱萱，我是阿拉斯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通知我打开哦。没错。好的，再见。阿杜，祝你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个画面真的很荒谬，全部放在身上。而且阿杜他是网络购物，他会寄到你家，你不用那边大包小包。哎，对呢，而且十二月啊，你在买啊，你在拆箱的时候，这种拆礼物的感觉。This Christmas, I give you my heart. Good.